湖南株洲，一个被誉为火车拖来的城市的工业重地，而这个工业城市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炎帝陵，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，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上，炎陵白鹅就成为了人们心心念念的美食。今天酒鬼君就带你来到株洲，品尝最美潇湘之株洲味道炎陵白鹅。这道菜的核心就是鹅的品质，而调料火候也对口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。炎陵白鹅一般采用红烧的方式，当这般的美味冒着热气出锅的一瞬间，仿佛也勾起了人们味蕾上最兴奋的点。工业重地株洲，也正是靠着代代株洲人的心力，才能如此耀眼，绽放光芒。